那我们第一组确定邀请的嘉宾呢，是有影响力的藏家和艺术家，他们相对而言更具有前瞻性和鉴赏力，对于先锋艺术的接受度也更高，他们的评价能够对普通观众起引导作用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也有意向邀请其他的创意行业从业者，比如设计师、音乐人、艺术顾问、策展人以及文化活动的组织者，他们都很关注新潮的艺术实践。怎么不见你动筷子呢？吃，来，喝点鸡汤，那彼此眼神交集给永恒定义，这个菜不错，这你爱吃的。对，蓝色清醒梦醒，才吃那么点儿，一滴泪亲吻手心，减肥呢，拥抱我的孤寂，如何描述我爱你，因你爱停止寻觅，写在星星的夜里，命中注定是唯一，如何描述我爱你，因你爱开始呼吸，写在跳动的心，为了能再次遇到你。 The stars in your eyes tonight， 彼此眼神交集给永恒定义。喂，你哪位？这是家老店了啊，开了有起码二三十年了，年轻那会儿啊老过来吃，尝尝。哎，来点啊。不用，您就说吧。啊，找我干嘛？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会压着国栋找你负荆请罪吗？我逮不着他，我就想请你吃个饭啊，替他向你赔个不是。不用啊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我不是开玩笑。当然我懂，这感情怎么能随便开玩笑呢？不过这个分手啊，那只是两个人相处的模式发生变化，并不一定是感情的结束，对不对？那可难说。你看过《西游记》吗？嗯，里边有一段唐僧扫塔，你记不记得？那塔里头有个夜明珠，让两个妖精给偷走了。奔波霸和霸波奔呐，对对对，就这一段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看这个唐僧扫塔呀，他是从下往上扫，你不觉得有点缺心眼啊？你下边都扫干净了，再扫上面这一层，这灰落下去又给弄脏了，对不对？
导演拍忘了呗。这是佛法，修炼必须要由下而上，由简入繁。哪里会有人一步登天呢？即便是有，那也是空中楼阁。这跟两人相处是一样的道理，相识是缘分，若想长相守，必要长相知，得一步一步来，对吧？你第一步就知道不合适，干嘛浪费时间呢？咱再说这个扫塔的第二层意思哈，这个人呢，不活在过去，也不活在未来，而是活在当下，眼前挥，眼前扫，昨日已逝，未来不期。对，未来不期，本来就没什么可期待的。快吃，快吃！哎，这肉都老了。嗯，来来来，谢谢。不是要分个手吗？还能影响我吃饭？这就对了嘛。小黄，嗯，我发现你啊有慧根呢。嗯，你长得那么高，你得让着我点啊。还有啊，我妹那个性格我是了解的，她一上劲儿，一句一刀专门往人心口上扎。你比她大几岁，你也让着她，别跟她计较。我不跟她计较，反正她已经跟我分手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啊，来啊，我可不让着你。为什么呀？啊，你到底因为什么呀？你们俩想知道啊？赢了我就告诉你。哎，小黄，走一个来。这个扫塔的第三层意思啊，是回头脏。哎，你没扫完一层，回头一看，曾经干净的地儿又脏了，说明你成熟了。过去做的那些事儿，那些决定，蓦然回首，一定会觉得幼稚、可笑。哎，您的意思是，我跟他分手，以后我会后悔呗？那或许后悔的是他吗？不会，啊，了无音讯，清静得很。女人伤心是倾诉，男人伤心是沉默。嗯，那不是沉默，他是冷暴力。他是没有经验。哎，我这样的，我有，啊，老油条，油嘴滑舌，颠倒黑白，我这样的你喜欢吗？叔叔，啊，您对自己的定位倒是挺准确啊。是，我这是清醒，对不对？这个扫塔的第四，叔叔，嗯，唐僧啊，可没您那么多内心戏，您这绕来绕去的，嗯，就来劝和的吧。没有啊，我不劝，我没有劝你啊。我只问你一句，你现在还喜不喜欢？没有一锤定音的，一审判决还能上诉呢。女孩说分手那都是气话，她等着你申诉呢。申诉什么？她想让我放弃巴黎的工作，我做不到。还有这个时候我找她去求和，她只会说我给她开空头支票，而且还是屡教不改。她脾气是大点，但是她不是不讲理的人啊。那把我家砸了，砸得有道理。把你家砸了？她有这么暴力的一面？哎，你听没听说过双重人格？我估计那天砸你家的不是黄一美。还双重人格？你怎么不说他有鬼上身呢？不是，女孩都是吃软不吃硬，你跟他好好解释，他应该能理解。大哥啊，
我听说了，你可刚失恋，你现在自己还光棍一根呢，你还给我讲道理出主意？没经验，我还没教训啊。咱哥俩现在是失恋阵线联盟，得互相打气。打气，哪有打篮球有意思？来，继续。我就问你，还喜不喜欢他？看见三单元啊，是七号楼这个那个保安给我指的路，旁边有个水塘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看上去有点像个小公园，啊，我就在小公园呢。你在哪儿？哎，我看见三单元了。你在哪儿呢？啊，下来了。你是不是穿了一个那个条纹衬衫啊？啊，是啊。你在哪儿啊？我在左手边。这儿呢，这儿。啊啊啊！怎么是你啊？你是生生不息啊，真是冤家，冤家路窄是吧？太巧了，真寸呢。你买哑铃？啊，买哑铃干嘛？买哑铃锻炼身体啊，我砸核桃我不就买锤子了吗？我得问清楚，万一有人买了哑铃干坏事儿，也别插到我头上。你小时候抓周抓的仙人掌吧？怎么总这么夹枪带棒的？以前练过吗？初学者不建议二公斤，容易受伤。瞧不起人啊！验货吧。哎，看上去不像七圣心呐，能不能便宜点？要不要？不要我还有下家呢。行，赶快放过来。哎，别，算半个熟人。说好50块钱是吧？不交钱一手交货，啊？真钱，是单位发的工资。行吧，那就后会无期了。像谁愿意见你似的？收到50块钱。啊！哎呀！哎呀！你怎么了？安安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
又是这只脚啊，幸亏不在一个地方，上回是脚腕，这回是脚趾啊。医生严不严重啊？要不给我打个石膏吧。哎，那倒不需要，没伤到骨头，回去养养就好了。对了，要冰敷，这样会好得快点，我再给你开些药。帮我开点止疼药啊，谢谢大夫。还有啊，你这个脚不能受力啊。哎，你怎么回去啊？没有家属陪你吗？哎，人呢？给您。这怎么做呀？啊。抱好了啊！这旁边两圈握着就能往前走，这个叫刹车。开不用介绍，这手动两轮小敞篷，我开了60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我的脚被你的哑铃砸了，万一有后遗症，你也得负责啊！我们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交易已经完成了。你现在是被你自己的哑铃砸了脚，我能送你来医院，已经是我见义勇为了。你想干什么？碰瓷儿啊？我碰瓷儿？哎，那不是因为你的箱子不结实，哑铃能掉下来吗？能把我脚砸了吗？怎么是我碰瓷儿的呢？我拿着的时候怎么没见砸着脚呢？你知道还重，还不知道拖着一点？那大男人怎么这么矫情啊？男人怎么了？男人就不是肉长的了，十指连心，知不知道？而且我妈说了，我从上到下就脚丫子长得最好看，现在毁容了，你必须负责。哼，怎么负责？我背你？那倒也不用，说两句好听的，赔个礼道歉。你挨我脚了，对不起。你看我这态度，你呢？没有生活常识，用自己的哑铃砸了自己的脚，我凭什么道歉？我做错什么了？就算是因为我没有生活常识，哑铃把我脚砸了，是不是砸伤了？咱俩算不算半个熟人？你说句好听的，怎么了？你说不说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很不爽，我先跟你较上真儿了。我说是你拿哑铃把我脚给砸伤了，反正那没监控啊，你能把我怎么着？我录下来了，你要听吗？还有要说的吗？走了啊。哦，你刚刚不是说我们是半个熟人对吧？那这个租轮椅的钱呢，我就不问你要了，送你了，好好养伤。哎，不用，租轮椅多少钱我给你，你别，我不占你便宜。把你录下来，都把我一个人扔医院了，他这是肇事逃逸，还给我租个破轮椅。哎，那你走路不方便吗？那把收据给我呀，这么大的东西扔不能扔，退不能退的。我在风里头等了2个多小时，出租车打不着车，等你那会儿功夫差点被城管给抓了。行了行了，到家了别废话。哎，你把那姓苏的 MSN QQ 都给我啊，这事儿我跟他没完。你是怎么想起买哑铃的啊？我跟小庄打了一场篮球，弄得我腰酸腿疼的，我就想我这是不是缺乏锻炼了，先弄两个器械锻炼锻炼。哎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你别动，我听说你把人夹子砸了。真分手了？嗯。正好我们单位新分来一个研究生小姑娘，长得还挺漂亮，你要是把小张放生了，我介绍他俩认识认识。
你凑成对，你是能拎钱还是怎么样？你看，舍不得吧？这回为什么生那么大气啊？他冷暴力。玫瑰，你应该长大了，你不能要求男人成天围着你转，以你为中心。再说了，那是男人有啊，比如周世辉，你不喜欢啊？周世辉，谁来着？周世，哎呦，你这渣女太渣了你！行，不说他了，还说小庄。你俩这次矛盾的根源是因为他要去法国，对不对？没不让他去啊，但他做决定之前得给我商量一下吧。将心比心，你做得到吗？啊，考大学、选专业、找工作，你什么事儿不是随心任性？你什么时候跟爸妈商量过、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啊？说实话，就在他这个年纪，能像他这样目标明确、执着于理想的人不多。他是我认识的第二个。第一个谁？我呀。哼，能为了理想坚定的男人，大概率也会为了感情坚定。就算他去了法国，他也会对你不离不弃的，因为放风筝那个线在你手里牵着呢，他能飞到哪儿去啊？是不是？自信一点。再给我来杯水。快点。风里头吹了我两个小时，你把那个谁，那个姓苏的，快点，电话、QQ、MSN 都赶紧发我。我哥告诉你的吧。哇，干嘛呀你？别吵，我叫人了啊。叫。你不叫我帮你叫。叫啊。写信吗？人呢？回来啦！妈，刚下飞机，广西特产海鸭蛋，咱北京没有。儿子，哎，脚怎么了？跟他们家出门跟行军似的，旧伤复发了。妈，那里边带了各种广西特产，什么当地的粉啊，还有这糕那糕的，打开都是给你们带的。妈，拿呀。前两天我在食堂碰见了梁教授。嗯。他跟我说，白小河这周基本上都在实验室。对不起啊，儿子，是不是我们给你压力太大了？
让你都不敢跟我们说实话。没有，我不是怕你们多想吗？你从小就报喜不报忧，你都三十了，没必要这么懂事。我没事儿，我那个没几天我就缓过来了，没事。你要真没几天就缓过来了，那倒是你没心没肺了。啊，既然您这么有诚意，您再给我介绍一个得了。我都说了嘛，这个忘掉前任的最好方法就是开始新的一段。说的容易，哪有那么多合适的呀？哦，对了，你妹的男朋友怎么这么神神秘秘啊？这么久了都不露个面。不，您这态度转变的有点快啊！啊，之前追我妹那些人，您都拿扫帚往外撵，这怎么还上赶着请啊？我早就说过，只要他认认真真谈恋爱，我双手赞成。海鸭蛋哪儿买的？广西驻京办。还挺好吃，妈，还挺好吃的。这要是搬家，以后得把这面墙敲下来带走。那天在你家那狗哭哭，我送你这幅画当做是补偿。大哥跟我说你有双重人格，我还不信。前两天还跟小疯狗似的咬人，怎么今天开始道歉了？我看看你是谁，你是黄一梅吗？到底哪个才是你啊？其实我知道吵架解决不了问题，那天是我冲动了，对不起。是我的问题，我应该早点把这件事情告诉你。杨，你还会自我检讨，这也不像我认识的钟国栋啊。你也分裂了？要是真能分裂就好了。一个去巴黎打拼事业，另下一个在北京陪你。你说过你会解决的，我相信。
宝贵，先爱够了再说。万一你走之前，我已经不爱你了呢？那就省着点，慢慢爱。玫瑰，别不要我了。这么废寝忘食、啊？嗯，人家要大展宏图，我也得脚踏实地啊。哟，怎么突然理智起来了？没法要求别人不离开你，就只能成为别人离不开的。你把我哥哥推你哥的。你还没加他，我加他干什么？本来想给你们个机会，相逢一笑泯恩仇，没想到是仇人一见分外有。你通过验证就为了拉黑我呀你！哎呀，天哪，这什么人呢？这你有本事把我手机号也拉黑啊？啊？你为什么拉黑我 QQ？ 你为什么通过验证啊？故意的！我告诉你。我脚现在严重了，非常疼，我还得去趟医院，你得负责。我不管，那是因为你的箱子漏了，哑铃掉下来把我的脚砸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后果很严重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我现在把我家里地址发给你，你看着办吧。真来了，你还有拐呢，装备挺齐全。没办法，脚严重了，我又去趟医院。又去医院？用换鞋吗？不用。你怎么说呀？医生说了，这是足部扁平甲状结缔性组织功能性损伤脱落。这上次不是说过了吗？就是指甲盖掀了。上次没说这么严重，这是快伤到骨头了。你这片子也是上次的吧？医生说不用再新拍片子了，他肉眼就能看出来严重了。还说什么了？这得静养，静养很长时间呢。没了。没了。那就听医生的吧，好好养着。走了。这就走了？不然呢？你来看望病人，空手来的，看一眼就走，五分钟不到，吊唁也没这么快的吧？那我进门给你三鞠躬，你受得住吗？哎，
我一大活人，你跟我三鞠躬干什么呀？医生都说了，让你好好养着，用得着我假惺惺的嘘寒问暖吗？人都说伤筋动骨100天，你就养着呗。我养着，我谁把我弄伤的呀？不是你那个箱子漏了，把我脚砸了吗？行行行，那我回去给你炖一只乌鸡，给你坐坐月子。什么叫炖乌鸡给我坐月子？哎，你，大老爷们别那么矫情嘛。我还以为多大事儿呢。你伤一个试试，感情你脚没伤了？哦，上次是不是你跟我说你浑身上下最好看的就是你脚丫子？不是我说的，这话是我妈说的。行，我信了。那回去我把我不喜欢的指甲油也在网上一挂，给你打个折。你挂指甲油干嘛？给你妹妹。我涂指甲油啊！哎，你别走，谁要你指甲油？我跟你没完了，我。喂，本珠，你什么时候来巴黎啊？我让司机去接你。还没想好呢。还没想好啊？那房子找了吗？没找。哎呀，你在想什么呀？这么好的机会你还不抓紧，磨磨蹭蹭的。那个我手头的项目还没交接，我想跟总部申请延期入职。你是不是还在谈恋爱？上次那女孩，对，我是在跟她谈恋爱，她叫黄一梅。你是不是就因为她不来巴黎的？跟她没有关系，她没说不让我去。我早就提醒过你，玩鹰的别被鹰啄了眼。我上次都跟你说过了，我不是玩，我是认真的。你呀，要是对事业这么认真，早就在巴黎了。巴黎我一定会去的，只是需要一点时间。你呀，真是你爸的亲儿子。这跟我爸有什么关系？这个机会决定你未来5年到10年的前途。你呢，只盯着眼前的小情小爱。你也是见识过欧洲收藏圈的人，怎么会目光那么短浅呢？是我目光短浅，我爸没出息，你不重感情，所以你们生了孩子就不能又有出息又重感情，是这个道理吗？你的前途你自己定，任何外因的干扰都是可以克服的。但是如果是因为内因，那可是谁都帮不了你。急什么呀？腿脚不利索不知道啊？自己换鞋啊。你的帖子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卖家恶意隐瞒商品缺陷？
这什么狗屁理由啊，赶紧删帖。我说的是事实啊，是你那箱子不结实，哑铃从里头掉下来把我脚砸了，对不对？我卖你的是哑铃还是包装啊？你平时是用包装健身吗？那包装是不是哑铃的一部分？那包装是不是商品的一部分？哎，你小时候读那新华字典是盗版的吧？你懂不懂什么叫缺陷啊？缺陷就是毛病，比如说你明明长俩眼睛却看不见商品说明，这个叫生理缺陷。正常人都知道端个重的东西拿手托着一点，你没有生活常识把自己脚砸了，这个叫智力缺陷。医院我也送你去了啊，轮椅我也替你租了，你一大男人还在这边不依不饶，小肚鸡肠，这个叫性格缺陷。我就给你差评了，你不服你可以申诉啊。你干嘛？你趁我脚残了你上门武力威胁我是吧？这回录不录音？我这个 MP3 不行，我帮你录。我告诉你，你要给我敢使用暴力我就报警。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那就不要搞这些欢喜冤家的烂俗剧情好吗？多大人了，闹点矛盾还跟小学生一样打报告，你幼不幼稚啊？我幼稚，我就是幼稚，我两次我都伤这只脚，你说寸不寸？你说寸不寸？什么意思啊？跟你没关系，我脚伤了，是我就该有此一劫，不止一劫，一劫再劫。落在额头，风吹满了衣袖，我穿行过路口，换着各站停留，烟火里有邂逅，告别里有自由，愿我这一生成与我自己伴游，爱过谁都是最好的，却非必选的。还有风在吹，就有好运在路上，幸福当是我自己的，无需谁在旁看沿途的Yeah.